2017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是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、北京市人民政府、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的。首先呢，我代表中国驻米兰总领馆对此次大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。非常荣幸能够代表这次水立方杯海外中文歌曲大赛的评委。